经过外围激烈的战斗，解放军终于攻到了城门处。这是解放军即将攻入内城的场景。城外战壕里的士兵们正在掩护向城墙发起进攻的敢死队。解放军像步步为营，一和敌为连体，向城墙上的敌人发起进攻。当地的民兵也参与了战斗。照片中的男子使用的是勃然轻机枪，彭老总和指战员们在一起。大家能知道彭老总身边人的名字吗？解放军将迫击炮阵地设在了一座佛像前，这是他们向山顶敌人发起进攻。解放军使用木梯翻塌城墙，这是解放军敢死队。攻到城墙前的解放军，他们用缴获的山炮向城门前发起进攻，这是一组反映1949年解放军在西北作战期间攻打一座城池的场景，与电视剧中的差别很大。解放军使用简陋的武器，面对高大城墙义无反顾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是一组彩照，拍摄这位苏联摄影师